刚刚打了98的心态王，现在打02的心态王啊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葵花哥没问题。好的，阿荣十个是吧？好的，阿荣也上车，老板上车啊！阿荣也上车，阿荣也上车，阿荣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开车，随便大家好不好？想上的就上啊，随便玩，随便玩，随便玩，好不好？跟着李总，哎呀，笑死了！你们太逗了啊！零二的心态王，怎么玩？有办的卡就可以玩，好吧？办的卡的兄弟们可以上车啊！好，有粉丝牌的可以上车。2000的比例属于非常厉害的，我操你妈！好的，中路。也可以必杀打到我，操了个 DJ 的，这他妈是什么屌？压死！好的，葵花哥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
的是什么哟，真的是。BC 怎么爆不出来吗？难道？又是武汉骗局，哪那么多骗局嘛？天天骗局，还骗局，哪那么多骗局？你们告诉我。哇，好的，改三可以都行，没问题。两个气了，我操！哎！哎，你他妈的干什么？你这个屌，妈的吓老子一跳！差点完。噔噔噔。
上车，随便大家随便上车，都行。霸王拳帅不帅呀？这个潇不潇洒？这边人挺好的啊。好准啊，他妈的。看到没，变得好的人他妈的还不够玩呢，怎么回事？这个你妈没打到。这一把要炸了，我操，这他妈什么屌、啊、没抓到，我是你的妹妹，差点距离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
哎呦，我操你爹的，我操你妹的，这玩你妈蛇皮了，这老乡。他比菲佣要厉害一点，这你妈的操，心态小王子菲佣，但是呢他没有那个搞心态晓得吧，他没有刚刚的那个不可思议搞心态，不可思议的心态比他搞的还要好，他是动晓得吧，不可思议他妈他是动都不动，欢迎 boss 哥，谢谢我兔子boss 哥的兔年大飞机，谢谢，感谢咱们 boss 哥的关照与支持，谢谢大哥。怕不怕？陈哥汉他怕吧？谢谢 boss 哥，谢谢老板大气。哇，这是广东霸王啊，这是广东霸王。哇，自己的妹妹玩到老子上头了。哎，怎么今天一晚上都是上头的状态啊，怎么一晚上都要上头啊？
哇操他妈的，你别这样搞啊我的哥，我错了。没动啊，老弟，他动了。慢慢的，不能急啊。哎呦！哎，你不动，他不舍得这个气，晓得吧？他我知道，他就不舍得这个气的。你不舍得这个气，那你就很难受了。嗯，我里面太菜了。
这你妈的，老子真的是吐了，玩你妈的，这一把真的是，哎，老子累死，打的累死，还没打死，主要是，嗯。还能上车吗？可以的，来，反正5-5嘛，来，打，你告诉我这怎么打嘛，这他妈的陈国汉怎么打，瓦龙跟他打过了，瓦龙输给他了，好不好？瓦龙被他干了，瓦龙。他们是平打的嘛，平打瓦龙还被他干了。
的闪过来下 A 没打着他，被他刷了吗？这是干嘛吧，乖等着，哎等着。克里斯有气还是蛮厉害的啊，这里面没气不厉害。叔叔，谢谢。说他妈的怎么打不到啊？先打韩皮，加个微信呗，好不好？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这位哥，稍等一下啊，没问题，打韩皮吧。啊，我发一下微信好吧，这位哥，我发一下好不好？我的微信是471060678，已经打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已经打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哥，加一下好不好？我再打再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加一下好不好？好吧，麻烦加一下啊，要输了我感觉，他妈的越打越不对劲，操你妈。
拉的荧光棒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超杀的呀，怎么超杀没出来？加了是吧？好的，我一会儿验证啊，谢谢哥。好，马上6-8了啊！怎么说这一场？不好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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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打啊！赔就赔吧，无所谓了，该赔的时候就赔，那也是没办法。变的人太差了，对吧？没办法。好，下一把。好的，我一会验证啊，稍等一下啊。又被龟上头了，又被龟上头了，妈了个屌的，玩你妈的，玩那个，怎么能被他龟上头呢？我操你妈的！
对，这张打完了就看微信了，稍等一下。这个你妈，这个波他妈好慢的。噔噔噔噔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告诉我要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都玩的累死老子，盘盘都是把老子累死的。看看我打脸，要他妈输了都。哎他妈费个气。
打进去。没了没了没了，下一场，下一场，下一场。